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因此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由牧师咁听到你讲关于就系话点样喺呢个信仰道路里边，藉着呢个破釜沉舟啦，同埋藉着呢个咁多年嘅努力去寻求神啊，去寻找神啊，去希望明白圣经啊，而到最尾就系不断被神恩膏，然后又不断突飞猛进啦。咁但系对比好似咧外边好多嘅教会基督徒咧，就算佢哋咧，即系当然唔好讲嗰啲江湖骗子啊，嗰啲江湖卖艺嗰啲，就系用掩眼法呃人嗰啲啦。就算讲嗰啲叫有好有片面有神，即系真系嚟自神嗰啲咧，其实咧俾我感觉咧，都系好似睇武侠小说嗰啲郭靖啊、杨过啊，突然之间喺个山头遇到一个神仙或者一个好劲嘅人，跟住然后一个意外当中我传授咗一个好劲武功俾佢，咁佢就天下无敌啦。即系俾我感觉咧，就系好似呢啲 Paul King 啊、Bob Jones 都系啲咁样嘅人，所以其实佢都唔知道自己糊里糊涂，好似唔知点解得咗呢种能力。咁但系见到你牧师你咧，就系好唔同嘅，就系甚至乎咧，其实我曾经听过有啲人讲咧，就话咧，你牧师啊，就系托呢啲、睇呢啲、听呢啲，咁然后讲翻出嚟啫嘛，咁样啊。咁但系我心里面就系谂，咁点解佢系咁样，唔系好似人哋嗰啲即系武侠小说嗰啲咁，但系佢系真系仲劲过嗰啲咁。咁点解你又唔去学佢呢？咁牧师，其实你系点样去，譬如前人整个基督教历史，甚至乎现代基督教历史，差不多全部都系呢两种模式嘅啫。一系就系江湖骗子，一系就好似突然一嘣一声，突然一唔知点解就得到呢种能力。你点样去跳出咗呢种咁样框框去变为就话，真系尽心去研究，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然后直至到你配得，然后被神恩膏，然后不断突飞猛进超越前人。因为这个其实理论就是来自我最原始的时候那种的寻找神那种的脚踏实地。因为为什么呢？当你脚踏实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第一，反正神存在的牧师就是垃圾来的啦，巴兰垃圾来的啦。因为你如果想着脚踏实地去寻找神的话，你就不会好像全世界基督徒那样，个个都想着呢能够好像撞彩得到破镜那种恩膏。因为我讲的脚踏实地，当你脚踏实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破镜，一个咯。我无论你有一千个去期望自己似破镜，一万个期望似破镜，一千万个基督徒期望自己似破镜，都是只有一个。咁即是说你期望自己似破镜是一个最不脚踏实地的方式，去好似佢咁得到恩赐，突然天跌落嚟，咁你就可以做到变咗 William Graham Hill 或者破镜咁，系咪先？因为我脚踏实地嘛，咁我唔知道一定唔得咯。但是我后来祈求我能够成为好像波京那样的国际先知，是因为我知道有迹可寻，然后并且刚刚去到最后一个樽颈。那所以我就求咯。因为我能够做晒我所做的事，但我就是仲争好像争啲嘢先可以做到波京那种级数。那我就求咯，那跟住就相信信息了，神与我讲。那咯。那所以变咗，因为我脚踏实地，所以我不会被这两个最大的 trap 去呃咗我咯。换句话讲，调返转，我讲一个心理上正常的概念。所有基督徒，全世界的基督徒，如果他进入了灵恩当中，他们想自己似破镜，其实他是等于好像中马标梦一样的嘛。但是还要是中一千张，就是他自己都知道是魔了。但是还点都是假的，所以他就继续做了。明白吗？即是很多人，你知不知道信主或者整个信仰，他下意识根本一路都当是假的。所以他才会拎一些根本去，只要用叮咁多逻辑，已经知道系根本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嘅嘢咧，佢就 keep 住过埋一世。即系话灵恩嘅，你估真系大把大把牧师、大把基督徒、大把领袖都希望自己就系下一个破镜。但系佢哋点解会避开晒逻辑、避开晒现实咧？系因为根本整个信仰佢哋都唔脚踏实地咯。但我脚踏实地嘅时候，我知道我唔可以好似破镜呢一种嘅，即系唔可以期待呢样嘢，因为我只系一个普通人。全个历史，即系起码我哋呢一代嘅全个历史都系一个破镜咁样啦。咁其他嗰啲嘢本身系反正有神存在，更加唔可以。咁所以我先至叫脚踏实地，逐步逐步去睇咯。同埋里面仲有一个 track 嘅，即系仲有一条桥嘅。嗰条桥就系、是，如果我唔系信有神咧，我唔会用呢条桥嘅。就系因为我信有神，而系有圣经应许噶嘛，系咪？所以我就用呢种叫信有神嘅方式咧，去行呢一步，就系、是、我做呢啲研究。然后我同神讲，如果神你是真的，你回应我，你帮我，
在过程当中教，咁神不断咁帮我教我，适当嘅时候攞一啲书嚟，适当嘅时候攞一啲嘅讲道嚟，按住唔同嘅次序去俾我咯。咁当然开头就睇唔到个联系啦，系咪？但系问题一年一年复一年，咁喺我哋同阿全威一路研究嘅时候，有阵时候 Vina 会嚟咗香港，跟住又 Francis Hunter 嚟香港，因为有啲咧系我同佢研究书嘅时候咧，发觉我哋需要个人啊，需要嗰啲人喺香港我哋亲眼见到先得。咁结果咧，所以每一次佢哋个真嘅人嚟香港之后，佢走咗，我哋做得翻佢做到嘢，因为我哋睇完啲书仲争一啲嘅，系一定要见到个人先得。咁大神就带嗰啲人嚟，其中一个就系 Paul King 啦，咁样咯。但系亦系因为用呢种真人方式，譬如好似嗰个 Ronnie Harwell 咧，即系个 Holy Life 嗰个咧，嚟到香港一睇就依然唔得嘅，即系嗰个即系根本嗰啲系邪灵张演嚟嘅，即系同幸福型同埋多伦多嘅 Vina 一样，都系有呢个问题，就系连邪灵圣灵都唔识分啊，即系扮猪扮狗喺地下滚，又当圣灵充满嗰啲咁咯咁所以变咗就系因为见惯真人啊嘛。但系在佢哋嚟讲，总之收到奉献就得噶啦，就系圣灵噶啦，系啊。我理得你扮猪扮狗扮狮子啊，咁样系咪啊？即系总之你出现之后，好多人嚟聚会，跟住收到奉献，就系嚟圣灵噶啦。在佢哋嚟讲咁但我就唔系噶嘛即系我会撇开晒呢一啲利益跨税呢个概念，就系话如果系神，佢会唔会做一啲违反圣经嘅嘢咧？系咪？点解仲咁明显违反圣经？又猪又狗都得嘅咧因为圣经摆到明呢一啲就系圣经讲系俾撒旦影响嘅呢一啲，即系狗吐出嚟嘅又食翻啊，猪洗净又翻去打滚啊呢一啲，做翻晒呢一啲嘅，点解即系违反圣经所讲嘅圣洁嘅呢一啲嘅动作嘅咁样咁所以变咗喺个过程当中同佢哋脱颖而出咧，就系嚟自脚踏实地呢个概念。因为你脚踏实地嘅时候，你就摒弃晒好多呢啲噱头啦，你自己会识得摒弃呢啲噱头，因为你唔自作嗰啲嘢我都一早都放弃嗰啲嘢，咁使乜做呢一啲咁所以变咗，我又唔系想出名，我就系想就系，既然知道呢个系神真，咁变咗起码唔理话我对比任何人嚟讲，我系咪寻找到比佢哋寻找得更多？但起码我用我一生去寻找佢咯。讲唔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因此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默默聆听，顺服我主给天国效命，我里外散发复兴，心知道神已知兴，让我最后得胜，引领我走公义路，显公正，期待踏上人生光辉路程，心激奋心高兴，除掉了恨怨，全落去忧伤，现昂首胜过逆境，随着耶稣脚步去奔跑，未停，只管向前，尽心拼，这是我身体里的呼声，盼上帝显描述察言，尝试因听听。